新华网的消息，我们来看说，安徽凤阳规定，朱姓游客可以免费游五大景区啊。安徽凤阳旅游部门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策划，全球朱氏后裔只要出示身份证件，就可以一个月内免费游览当地以明皇陵为代表的五大景区。凤阳呢，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大明文化的发源地。今年冬至的那天啊，将会举行这个明皇陵的祭祀活动。对于这次免费活动的本意，凤阳县旅游发展公司的负责人就解释了，说主要是为了方便朱氏后裔给他们来凤阳省亲寻根拜谒祈福来提供便利。那这种做法究竟是一个创意还是炒作呢？有关专家认为啊，说景区促销这无可厚非，但是长久的旅游品质，这才是发展自己当地经济的一个王道。